我们今天开台，我们就看我们在那边排队就饱了。好像我进1000分一样，我才进赚190分，也要排18分钟。好，我这次我跟你讲，我这次就最后一个案，我看有没有要案，这样子我可以不用等那个赌王，我开比较开心。Nice，上路。鬼话新闻红蚁，抱歉，没有红火红蚂蚁。红火也红蚂蚁，哇，有点想睡觉了，是痒吗？是我们痒吗？是痒吗？不是啊，好像是哎，是痒哥，我看到痒哥了。干嘛啦？有必要吗，兄弟？杨哥，安安你好。还要喷队友的吗？脑包中路，不早点开大，他都被打假了。他开分了是不是？没办法啊，他看到那个秘密那个超近距离开大，心态就炸裂了。我就觉得秘密要先飞，然后晕住我之后，阿木飞过来，我就有机会死掉了。不过秘密那个太晚飞了。吊打我们！剩养哥，剩养哥。吃龙，吃龙，吃霸龙，吃霸龙，我们要吃霸龙。不要再追养哥了，我们吃霸龙。哎，西巴没追。吃吃吃。两个，到底有没有队友啊？到底有没有队友啊？不行，狙不能行，狙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闪人，闪人！你没有大，我不救你，去死！逃跑时候偷个蓝是很合情合理的吧？啊，被看到了，但是我还是要吃掉。拜拜。哎呀！司机。